上個禮拜已經劇透咗啦，馮博啊，咁啊，今個禮拜 Edward 過嚟幫手。其實劇透乜家科咧，就係翻翻去呢個即係非常熱戰嘅熱點啦，即係個東北亞地區，就係講緊呢個北韓啦，同呢個中美貿易戰啦，嗱，樣樣都係隨時擦槍走火啊，非常過癮啊！唔好睇表面上好似啊肥仔金同攬頭攬頸，但係暗湧連番。Edward， 北韓有咩同大家 update？ 北韓其實。即係北韓就仲未咁快住啦，因為阿親親話要去即係邊界同佢會面，要揸手啊嘛。新聞就傳話會喺今個禮拜公布喺幾時搞，因為講緊就係本來就定係話喺五月尾咁樣噶嘛，咁後來就傳到五月尾至五月六月頭啦。咁今個禮拜就好似話會敲定呢個時間同埋地點。係啦，時間地點非常過癮啊！原本話又話喺呢個新加坡啊咁啊，即係中立地方搞嘅，而家直頭唔係喎，係踩到去即係呢個三八線喎。其實全國好多地方㗎，即係遠到北歐啦，即係係啦，即係嗰啲即係中立地方啊嘛，講緊嚇。咁就近少少就會去到呢個外蒙古啦。蒙古都有出過聲，係冇錯。台灣啦。台灣就未怪啲啊。新加坡就近。新加坡啦。甚至係即係翻去最。即係還原基本部嘅三八線，即係呢個板門店和平之家啦，亦都即係呢個南北韓嘅高峰會簽訂咗呢個板門店宣言嘅地方。因為 Trump 就出咗個 Twitter， 即係出咗 tweet 就話：咦，既然係要即係要傾嘢，不如我哋就翻去呢個板門店和平之家。好神奇喎、啊，夠曬歷史性，你真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嗰只嚟喎，直頭係啊咁講啊！咁然之後佢後邊就好似開玩笑咁樣 ，just asking 咁樣啦。just asking 咁佢係咁啦，講乜都得㗎啦。問題就係真係好夠姜喎，好夠姜，唔揀中立地點喎呢下嘢。咁故之然啦，肥仔今年夠姜啦，即係玩到咁大啦。咁但係你覺得個會談結果會點先？係咪阿親親會鬆張啊？定還是繼續夾佢啊？定點啊？啫。咁事情要大概要講翻咩啦？講翻即係之前嗰個咩啦？之前兩韓嗰個會議先啦。其實佢哋簽咗個板門店宣言咧，實際上係即係幾重大嘅一個轉變嚟嘅。要知道就係話，2000年嘅時候，其實呢、這個金大中啦，當其時南韓就要呢個陽光政策啦。三任總統又去攬過即係。阿金仔同佢老豆嘅，之後就去到羅姆院又去過啦。咁就唯獨是係金大中有簽過一啲協議咁樣，但係嗰啲協議咧其實係比較無虛嘅東西嘅，冇一啲比較實質嘅政策出到嚟咁樣。咁再者就係今次咧就會有啲實際嘅嘢簽到出嚟，譬如話會。即係兩國會共同維持呢個朝鮮半島嘅無核化啦。咁另一方面就係、是會開始搞啲即係定期嘅，因為南北韓戰爭而令到即係妻離子散嘅一啲破碎家庭啦，就會有定期嘅嗰啲懇親會。但係嗰個咩家庭團聚嗰啲前兩任都玩過㗎啦喎。嗱，今次我諗個主題會去咗無核化呢樣嘢嗰種，即係升咗啦，即係呢樣嘢咯，即係冇乜其他緊要嘢講啦已經。啊，仲有會喺平壤同埋喺首爾嗰度，即係雙方會互相設立呢個聯絡辦公室咁樣啦。咁啦，同埋喺邊境嗰度撤走啲 propaganda 啦，你知道嗰度大喇叭，即係播少女時代嗰啲團，唔係少女時代。少女時代係啊，唔得噶嘛而家。唔係，佢已經直頭可以自己嚟睇啊，唔使投奔自由嚟睇啊，佢直頭已經你可以過嚟睇。最崩潰嘅宣傳咯，唔係其他，就係女團啊嘛，就女團係啊，係尋日就已經撤走咗，即係南韓就自己撤走啲喇叭車嘅時候，佢哋就話有跡象顯示咧，北韓嗰邊好似撤走都會撤其他嘢啦，啲炮最緊要嘅，好老實。咁問題就係
嗰個吊詭嘅地方呢樣嘢，極其量都話即係唔對似啫。但係我諗成個棋局裏面有一樣嘢咧，大家係會好有問號嘅喎。中國會發生咩事先？而家其中一個講法就係、是、嗱，王毅啱過咗去啊，就似乎爭取中國係有委坐參與呢、這個即係、無核化和談嘅。你點睇呢樣嘢？事實上比較難啊，因為、要從嗰、那個要又要翻返去嗰個會嗰度啦。你見到就係其實咧，成件事咧係文在人比較 upper hand 啲嘅、原因就係因為話咧。一路以嚟，即係你睇到金正恩個政策咧，就係佢由上任開始廿零歲上位開始咧，佢一路喺度，譬如話佢殺死自己嘅親大哥金正男啦，喺海外，咁另外亦都處決咗自己的阿叔啦，啲攝政大臣喐曬啦，咁奧拜嗰啲殺曬啦。咁最重要的一樣嘢咧，唔單止嗰啲唔單止係外戚或者係咩嘢，最重要嗰啲係親中派嚟嘅、係呢個真，因為先前北韓搞個所謂開放政策咧，其實所謂開放咧就向中方開放啊嘛，領教過㗎啦，即係又搞咩經濟特區啊，甚至有人傳個話想搞賭場啊，於是咧喺中國邊界嗰邊嘅。你睇到即係相比起金正日啦，金正恩嘅對於中國嘅態度咧係冇咁親近，甚至係疑中，甚至一啲疑中嘅狀態。因為據傳消息就係話中國咧其實係經常地想去透過一啲。這個勞動黨的高級的官員呢去干涉這個北韓的內政、而且這個關鍵了干涉內政、okay? 對別國的內政指手畫腳而且還要玩一招另一招就是殖民嘛，在新義州那裡其實 有很多的華僑在那裡名義上是做生意啦，在個經濟特區那裡，但實際上其實是殖民啦，還有開始 去即在你的人口上面去令到自己有一定的影響力嘛，在政治和經濟上面。但是當然啦，這個也是招到這個金正恩的非常忌憚的東西。首先他第一件事就很 雷霆手腕地處決了他的即親中的親信啦。第二件事呢就逼住他就是說忽然間發展核武。即係核武器咧，其實一路北韓都係發展緊㗎啦。但係去到金正恩嘅手上面嘅時候咧，忽然間你見到佢洲際導彈技術忽然間完善咗好多啊嘛。咁點嚟咧？大家都知道就係話佢嘅即係主要嘅導彈技術咧，其實係由烏克蘭度嚟嘅。即係呢個洲際導彈技術烏克蘭度嚟。咁烏克蘭嘅技術邊度嚟呢？就喺前蘇聯，甚至依家係俄羅斯嗰度嚟嘅，因為佢哋冇錢，咁啊賣啦，賣俾烏克蘭啦。咁又或者可能個來源根本都係以前舊蘇聯時期。嗱呢樣又透露多少少啦，因為烏克蘭咧，其實即係脱離蘇聯獨立之前咧，不嬲都係蘇聯嘅軍火庫嚟噶。唔好唔記得中國嗰航空母艦喺邊度拖翻去都喺烏克蘭拖翻去。咁所以其實當年俄羅斯係投資咗大量嘅。的資源咧喺烏克蘭係做軍械生產，包括埋剛才所講過嘅導彈技術嘅部分，都係烏克蘭生產嘅。咁所以俄羅斯同烏克蘭反面之後咧，反而滯留咗好多呢啲軍工設施同埋技術人員咧，就其實留咗烏克蘭裏邊嘅。咁所以呢班無主孤魂咧，就除咗賣架爛油艇、爛航空母艦俾中國之外咧，仲有好多嘢賣得㗎。咁所以傳言其中一樣，我哋可能證實啊，但係傳言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個導彈技術咧。是由呢個烏克蘭轉過去，而最關鍵的技術反而就不是炸不炸，即係會唔會爆呢樣嘢，係個穩定性的問題。同埋另一方面咧，就係講到除了要核即係導彈嘅技術之外，另一方面咧就係講緊核嘅原料啦，同埋佢嘅加工啊嘛，即係要造成核武器啊嘛。其實咧，這個核反應爐咧喺呢個蘇聯嘅時期咧，已經派咗一大堆，即係抗美援朝甚至之前嘅時間咧。是蘇聯派了很多專家咧，喺那個年代的時候起了一堆嘅。但是咧就其實一路以嚟北韓都研究，佢自己又會再起。即係一，第二咧就係佢其實喺金正日的時代咧已經是據知係俾咗錢收買呢個巴基斯坦的官員咧，向他哋去買呢、這個即係核彈製造的技術。
咁呢個巴基斯坦嘅技術喺邊度嚟咧？咁啊，中國度嚟㗎啦。係。咁所以你同埋中國依家唔係依家啦，即係一路以嚟亦都係不停喺經濟上邊啦，去援助呢個北韓啦，就 keep 住自己喺呢個朝鮮半島上面嘅影響力㗎嘛。咁所以其實你計翻就係俄羅斯啦、烏克蘭啦、巴基斯坦咧，同埋中國呢四國咧就走唔甩㗎啦。喺呢個技術突然間發展之下，千絲萬縷啊，真係走唔甩。咁但係點解發展得咁突然呢？大家以為即係佢黐咗線，咁但係後來你依家慢慢摸到個底，就原來係玩緊呢個狂人，即係狂人策略啊嘛！大家玩咩？侵侵一樣啊，鬥癲，我癲過你。咩咩 strategy 啊嘛，大家就喺度鬥玩，但係成功喎。嗱真喎，你佩服金仔係成功喎，即係佢玩 show hand。咁嗰個大你真係成功喎，即係大陸個玩法都係啫。當然就話寧要核子不要父子啊嘛。呢度有少少吊軌，咁顧之前中國取態，稍後大家會 comment 啦。因為點解咧？中國其實想唔想北韓擁核嘅先？佢應該就係唔想啦。嗱，你而家好大喎，因為如果你譬如話你當其時。北韓擁核咧，中國其實都相當擔心嘅，即係因為之前譬如話傳咗一啲所謂嘅紅頭文件啊，呢個 Free Beacon 嗰邊爆咗啲秘密文件出嚟啦，咁有啲人就懷疑嗰份文件嘅真偽，但係對於內容方面咧就好有可能係真嘅喎，即係一路咧可信性甚高，最緊要佢一路要馬住呢個北韓嘅人嘅心咧，就唔好去發展啲即係大殺傷性武器嘅，唔好去。即係所謂觸及到一些紅線，不要去特登去刺激西方國家，令到他哋去特登要打擊你。但係另一方面如果真的出事的時候中國就會 back up 佢啦，即係喺譬如話宣傳有講過喺呢咁嘅嘢上面。當然呢咁嘅傳聞就即係後來中國不斷咁否認啦，北韓亦都唔睬你啦。因為北韓其實一路以嚟想做嘅就係擺脱呢個中國甚至係中共嘅嗰個影響力啊嘛。但係唔容易喎、啊、之前咧對峙期間。海上緝絲捉到好多咧，就係利用香港啊，包括在內啊，即係偷運石油去北韓噶嘛，捉咗好多隻啊嘛，即係釘我，其實唔會捉唔到，你問我啫，釘我廿幾隻船嘅牌啦，香港係中咗五間公司啦，其實有台灣，甚至有台灣同埋中國添，咁當然背後嘅你知道背後嘅老細其實都係中國，係啦，香港係白手套嚟嘅啫，你會有本事攞到石油，咁所以其實。所謂擺脱中國影響咧，有明有暗嘅，咁所以邊有台面有台底，的而且確北韓就不可能自己獨立生存啦，北佬都明白呢樣嘢噶啦。唯一會養活佢嘅咧，來來去你走唔甩，其實就係中國啫嘛。你好少見俄羅斯出手，有冇留意？所以佢換咗一套新玩法啊嘛，就係、是、用呢個所謂嘅核俄炸。你會見到就係話即係敲炸嚟嘅呢個。係 quote 一個例子就係依家講得好行就係、是、利比亞啊嘛。哦，係利比亞模式係。因為利比亞模式咧，點解會忽然間重提？就係、是、因為呢、這個新任嘅戰略顧問 John Bolton 咧就講到就係話我哋要同北韓談判咧，咁我哋就會 prefer 呢個利比亞模式咁樣樣。咁、要回顧利比亞模式究竟係咩咧？就係話喺其實利比亞呢個國家咧，喺60年代嘅時候已經。plan 過想發展核武嘅，但係認認真真即係加速呢件事嘅發展咧，就係1988年嘅咩啊嘛，諾加比事件就係爆，即係炸咗英國客機啊嘛，炸咗美國 Pan Am 嗰架飛機啊嘛，喺英國懟咗落去，喺蘇格蘭 ，OK。咁結果就即係其實件事就唔係佢做嘅，佢後來情報分析咧，其實係伊朗做嘅。但係卡達菲咧當其時就認咗呢件事咁樣，呢個恐怖分子嘅邏輯嚟㗎嘛，認咗係有 credit 㗎嘛。其實就好似今時今日伊斯蘭國都係啫嘛，即使係嗰啲 long wolf， 即係嗰啲。一匹狼去做嘅，佢都自己認個責任，因為我要威啊嘛。我喺點可以低嘅資源之下，我要攞到呢個世界嘅 credit 咧？而知道我係恐怖分子咧，而我呢個小國弱國點樣喺呢個列強之下生存咧？咁就要靠呢啲咁嘅 bluffing 嘅手段咁樣樣啦。咁北韓都係咁樣樣嘅，但係卡達菲當其時喺1988年認咗之後，佢知衰啦，因為。聯合國聯合制裁佢啦，又以美國為首咧，咪炸嘅 Pan Am 嘅飛機嚟噶嘛。另一方面咧，就係呢個北約亦都炸你啦，即係喺軍事上面、喺經濟上面都去懟冧你咁樣樣啦。咁卡納菲諗住點樣樣咧？
唯一嘅手法就係我擁有一樣你哋你唔驚我唔得嘅嘢，對付唔到我嘅嘢就係發展核武。所以1988年嘅時候咧，發展核武咧就忽然間加速咗。咁即係佢整色整水一大輪之後，就後來就2003年到2004年間咧，就忽然間就主動地向美國提出就話我放棄。放棄發展。呢度有一個好過癮嘅關鍵，喺個日子你就知啊，正正就係蘇聯冧當嘅時間啊嘛，佢冇咗 backer 㗎，有冇留意？忽然之間，成個所謂唔好話恐怖主義世界啦，即係所謂冷戰時期忽然結束，就蘇聯冧當，蘇聯解體，然之後咧就係呢個美國即係單邊主義就操埋個中東，所以中東大變嘅。咁你嗰個所謂利比亞模式咧，其實對於聽到嗰班友嚟利比亞嗰班友就係咁唔一定中意，點解咧？因為其實有一個好可悲嘅下場嘅，就係正正係卡達菲2003年呢個轉態，去同你搞換王。於是乎佢放棄核武啊，放棄咩武力對峙啊，就其實攬頭攬頸嗰陣時候，歐洲你見到歐洲首當其衝啊嘛，尤其是法國，尤其是法國，法國直頭佢攬曬佢啦，正啊一流啊咁嘅，我北非和平咁天下太平啦。不過正正由於卡特菲放棄動武，或者對此就放棄有核武咧，佢就俾人推翻咗啦。即係嗰個咁嘅教訓啊！顏色革命，顏色革命成個北非變天咧，其中死得最慘係卡特菲，佢係直頭俾人拖出嚟拖喺棚佢，死得好慘。因為北約嗰時又炸到飛天啊嘛，將利比亞炸到飛起個，即係你唔講和唔得，即係兩樣加埋一齊啦。一方面就係佢發展唔到核武，於是乎佢唔能夠唔講和。但講和得滯咧，就發覺西方世界其實係會起佢未住嘅。所以其實北韓咧喺2011年嘅時候咧，北韓嘅教訓好深嘅呢個。佢嘅副即係佢嘅副外務相其實都有講過，就係話我哋唔希望參照呢個卡達菲呢個失敗嘅經驗，因為我哋咁樣會死嘅。咁但係個問題係相對地好唔同嘅北韓嘅模式。我寫文章就係講佢同利比亞模式好唔同咧，就係、是、利比亞嗰個發展咧。即使佢係60年代 plan， 88年之後加速咧，佢仍然個發展係好 premium 嘅，好初步。佢最多就係買咗核武器啊，買一啲核原料啦，咁然之後佢要設備，要有啲設備 set up 咁樣樣啦，甚至有啲導彈咁樣啦。但係佢嘅加工技術咧，同埋佢甚至係試射都冇嘅。佢係用唔到啊嘛，試爆都冇嘅。佢嘅武力級數相當低嘅，好耐傳統武器都還可以。所以當其時美國就可以用一個超級快嘅時間，兩年度就已經係查曬佢擁有幾多核嘅儲備啊，幾多武器嘅儲備啊，然之後將佢肢解曬啊，然之後全部件咁搬曬去美國咁樣樣咧，其實係維持一年鬆啲嘅時間，所以2003、2004年就已經解決咗噶啦。咁個問題你套翻去北韓好唔同喎。北韓啱講到就係已經係蘇聯時期，遠在蘇聯時期已經有啲查核緊呢樣嘢啦，反應堆啦，有啲核原料嘅加工設施啦。咁實際上佢有導彈啦，洲際導彈係試過係 work 啦，飛越日本嘅領空咁樣都出現過啦。咁所以你見到就係話佢嘅能力同埋佢嗰擁有嘅武器儲備咧，就據講可以做到十松啲支咁樣嘅核彈咁樣。一次都死咗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問題，同埋本身有本身北韓據講係有礦嘅，即係有核原料嘅礦，咁所以佢只需要係一啲加工嘅技術啦，佢啲廠啊，佢嗰啲導彈嘅技術就可以將啲嘢冚埋一齊咁樣樣。況且，梗係蘇聯解體之後，其實係冇乜管制嘅核原料，好老實，你可以係搬嘅。你黑市度買到，只要你有翻啲技術去加工咁樣咧，咁其實係可以啦。北韓其實經常做呢啲咁嘅嘢啦。咁當然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佢依家即係表面上嘅放棄係咪真係放棄咧？我反而係唔似咯。好多人話唔似，但係我反而就係相信佢會。因為好大勢買好大喎。呢個唔係樂唔樂觀嘅問題，而係佢係迫於無奈。即係譬如話呢、這個，你要知道北韓唯一一個核試驗場咧，就喺佢嘅。即係呢個北部風溪嚟啊嘛，咁事實上咧，經過啲衛星圖咧，即係美國又好日本嘅衛星圖照過之後咧，發現佢嗰、那個
都係嚴重損毀啦，已經。唔係嚴重損毀，係崩塌。已經炸咗啦，已經炸冧咗啦。因為上對上一次佢嘅核爆咧，係已經係去到好似度到 4.2 級嘅地震咁上下嘅威力。咁呢個問題就嚟啦。佢唯一試驗場又已經玩完咗。咁當然啦，佢依家聲稱話冇啦。咁而且佢甚至可以叫你請啲記者咁樣走去任你睇，我哋又冇事嘅。只不過我就唔想玩啦，老子不玩了咁樣。依家個問題就嚟啦，究竟佢係咪即係佢玩呢鋪 show hand 究竟想點咧？我覺得係佢仍然係諗住用核呢樣嘢係換取佢想要嘅嘢，而佢喺牌面上面至少佢係換到嘅，只不過喺譬如話南韓咁呢啲，只不過係先頭嚟去傾，只不過係做啲門面嘅功夫，真真正正要去傾，梗係要同美國去傾啦。而美國願意去傾，你睇到就係話。呢一個中國嘅角色咁樣樣啦，中國事實上已經喺呢、這個呢場談判嗰度嘅角色已經係冇咗。係啊，如果唔係就唔使忘記而家掹佢啊，大佬。冇咗嘅原因咧，甚至係個程度係比呢個日本安倍晉三更加低嘅原因咧，係因為今次嗰個談判嘅主導咧，其實係喺北韓和美國之間，而最最最最大關鍵作用咧，就係公，即係佢哋中間嘅嗰個叫啊 agent 啊，就係南韓嘅文在人。因為由一開始有呢個對話，有呢個談話，其實係由北韓對南韓的特使，即係南韓派特使去見咗金正恩，咁然之後金正恩就有封親筆信，交俾文在人佢哋。文在人咧前朝已經去過北韓一次噶啦嘛，跟第二個總統係咪啊？冇記錯，不嬲都係統一派噶嘛。跟盧武遠時期啦，盧武遠2007年冇記錯應該。係啊，十年嘅事咋。咁去過噶啦。第一封信之後咧，咁經過佢嘅外相，即係南韓外相。抵俾 Trump 之後咧，咁 Trump 即刻嗰日已經係咧反應咗啦，好冇問題。即係有人喺中間，即係扯線做曬嘢啦，唔使冇面啦。即係衰仔就南韓做咗。咁然之後你見到嗰啲反應就係話，首先 Trump 就一路就係講話，你如果唔去真係撤核嘅話咧，如果撤核咧係要不可逆轉嘅狀況，即係我你零 level 曬零嘅咧，我唔可以俾你由頭又再做翻出嚟咁樣樣。如果唔傾到呢個地步咧，我就唔同你傾。我就唔會撤銷你啲制裁。制裁啦，尤其是最緊要啦。你睇到就係剛才講到就係話即係中國啊、香港啊呢咁嘅艇仔咧，俾人哋捉到曬咁樣咧。其實就係呢個美國上年逼令聯合國去聯合制裁呢個北韓，強烈制裁嘅結果嚟。當其時咧，中國雖然同俄羅斯就係講話，唔好制裁北韓啦，我哋要傾咁樣，翻翻六方會談度傾，唔睬你。咁結果逼到咧，就係話中國係要喺丹東邊境嗰度咧，之前係有設立一大堆嘅銀行啊，一大堆嘅企業啊，同北韓做生意啦，幫佢洗錢啦，諸如此類嘅工作噶嘛，係。一嘢打擊曬，中國政府帶頭打擊我，拉人封艇喎。點解啊？就係因為個制裁太犀利。咁中國自己都領嘢啊嘛。中國領曬嘢啊嘛，喺聯合國嗰個跟進制裁嘅報告上邊榜上有名。哇！原來中國你有份嘅。即係唔使中興咁快出事啦，一早已經出咗事。即係你嗰條輸油管咧，本來令咗唔可以再輸油嘅，原來你又偷偷輸油。你喺海上輸油，係賣嘢你又偷偷地去賣嘢。咁所以結果就係搞到真制裁之下咧，咁中國真制裁佢咧，結果搞到北韓輸出俾中國嗰個產品個華語都唔得啊嘛，嗰個總值咧係忽然間跌咗30%以上噶嘛，華語都唔俾。咁所以呢個就好大禍啦，北韓真係已經本身已經係好貧困噶啦，依家更加係草都冇條，你真係制裁到我咁嘅地步，美國，仲要你依家仲要係即係核子散嘅打擊之下，我發展核你仲大唔？我以為我帶到你㗎啦，點知原來仲係帶唔到你。侵侵唔驚話咧炸佢，咁所以變咗呢下嘢睇得到個底牌咧，就係其實肥仔金咧草都冇啖好食嘅情況底下，係好難繼續燒銀紙去整核彈嘅呢樣嘢。佢冇個經濟條件。嗱，卡達菲有少少唔同，點解？卡
睇飛起咩用石油啊嘛。係啊。有啦，咁好奇怪一樣嘢就係嗰個天時地利人和配合得唔係幾好。如果肥仔金有卡達飛嘅石油嘅世界唔同玩法㗎啦，好可惜唔係。佢石油要靠中國靠俄羅斯啊嘛，咁所以你俾你揸緊救命，但係又俾國際制裁你，你又唔可以公然咁玩。咁等於玩 show hand 啦，大家其實數緊牌啊，知你啲牌底牌面係幾多，大家數。同埋有一樣更加刺激嘅嘢就係話，狂人政治遇到最大嘅問題就係咩呢？就係遇到一個比你更加狂嘅人啊嘛。啊，咁就侵侵出場，天下大亂。侵出場係一個好大鑊嘅事咧，就係第一佢肯敢去制裁。嗯哼，佢敢話佢炸你添。第二就係你大家以為係一般，即係佢哋喺小學生打交式嘅口水戰咧，即係當金正恩對住勞動黨就話。我啊，台面上面個核彈個掣啊，隨時都可以撳嘅。咁 Trump 就即刻出條 Twitter 就話：我又有掣啦，我個掣仲大過你啦，仲要 effective 噶。一來啦，第二就攞你攞手啊嘛，就拜對威，我炸咗敍利亞，仲要係兩次，係兩次，係兩次威，我炸咗啦。嗱呢下下馬威好有效，即係你數牌啊，你真係真係會炸啫，我唔炸你炸第二個，一樣炸俾你睇。亦都即係話，你即使係出到俄羅斯嘅防空系統，俄羅斯肯炸敍利亞，佢照炸到俾你睇。咁你話佢點會炸唔到北韓？大家心照呢樣嘢。咁呢個俄羅斯當其時嘅部，即係嗰個地面同埋防空部隊咧，其實都收到風走咗先嘅。咁走閃完之後咧，就去到敍利亞嗰啲防空咧，係完全擋唔住嘅。結果就係三個目標咧，全部中曬咁樣先。上次都係80%+左右啫嘛。今次一百，即係同習近平。訪味食緊朱古力餅嘅時候，oh by the way， 炸嘅時候都係80%啫。今次直情係拉埋英國、法國落水啊嘛，咁就唉唔係我唔知霸道啦，三個一齊去，因為你觸及到呢個國際紅線啊嘛。咁你知道真係攞咗諾貝爾和平獎嘅奧巴馬，最多就係敢喺中東度玩呢個無人機嘅啫。但係你叫佢真係撳掣去炸嘢咧，觸及到紅線嘅敍利亞。佢上任即係奧巴馬嘅時候已經係觸及咗，而且經過國際調查咧，係真有其事，真係佢哋用到巴門，走唔甩嘅呢個。咁你冇嘅喎，你竟然唔敢做嘢喎，攞咗和平獎唔做嘢喎，而呢個杜林普佢係夠膽撳掣所以真係撳咗呢下住啦，佢真係炸，敢於亮劍啊！真係敢於亮劍，仲要喺習近平面前亮劍，亮咗嘢之後，即係刮到口腫面青。咁變咗就係你中國點扮大佬啫？北韓唔會信中國可以炸到你喎，大佬點炸點攬啊！大佬咁所以呢個好過癮嘅 situation 就點解中國會冇咗個角色呢？固之然啦，就係話你根本攬無可攬啦，俾人帶走咗啦已經。帶走本身，誒，即係就係頭先阿 Edward 講嗰樣嘢。如果話國際禁運，你中國第一係制止唔到，第二亦都偷唔到雞，即係你想暗撐佢都唔得，仲要自己生埋傷，制裁埋一份嘅。咁北韓醒目噶嘛？咁到底係 friend 定唔係 friend 先？即係如果咁都唔撐，即係唔係 friend 啦？咁唔係 friend， 你仲有咩資格坐呢個所謂啊咩會談，即係和談會議？明啊？你冇牌可以打你係武力支援又唔得，你經濟支援都唔得，你邊有咩可以支援？冇嘢可以支援，冇利用價值就係呢樣嘢啦。啊，好過癮嘅。咁所以喺下最快喺下個月，唔係今個月啦。今個月啦，最快今個月已經五月啦，陰公。最快今個月發生嘅會咧，就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就係、是，其實你睇到 Trump 咧就喺呢個簽訂咗。板門店宣言之後咧，佢就出咗個 tweet 啦，亦都係講嘢啦。其實幾方都有講嘢，即係除咗南北韓之外咧，係台灣蔡英文有講嘢啦，日本安倍晉三有講嘢啦，美國 Trump 就直情喺 Twitter 嗰度自己講啦。咁但係唯獨是係習近平自己冇講嘅，佢係透過華春瑩去講嘅。講乜嘢啊，大佬？話我衰咗啊！可圈可點在於 Trump 講啲咩嘢咧？就係話。啊！佢哋係啦，佢已經達到。哦，佢多謝阿習啊！啊，佢多謝阿習，佢一個好人嚟。佢嗰個多謝阿習就係，哎，
Please don't forget 啊，千祈唔好忘記佢，大佬要睇一集。其實佢係有喺度嘅，有。不過佢嗰個角色係做下巴啊嘛，即係我揼咗呢條友仔，佢唔敢罩你啊嗱咁嗰只。你諗下，金仔喺呢個會之前咧。特登搭火車上去見到習近平冇錯啊！嗱，大家即係好多人就話誒，即係啲嚇啲朝貢啊，啲高人成日就估話係咪習近平指示佢要認下低威先啊咁樣，或者係出啲咩出謀獻策或者指示佢冇跟進喎個宣傳，其實斷咗氣啊！其實你搞錯咗件事。呢、這個其實只不過是情侶分手之詞，個最後攤牌，即係呢個最後祝福不敗，即係和平分手啫。所以你睇到呢、這個睇到呢、這個、金正恩同埋呢個文在寅兩個人如膠似漆咁樣跨過三八線嘅時候咧。你就會背景音樂就會響喺呢個徐小鳳婚紗背後，婚紗背後。你睇翻啲歌詞啊，唔該真係。喂，真嘅喎，你如果睇翻嗰個接待規格，好過癮嘅。你睇翻接待規格，習近平係破天荒咧，係佢碌紅地氈咁滯，最高規格接待嘅，明唔明啊？假如話調翻轉頭，真嘅嚇，即係大家有睇呢、這個即係江湖片嘅時候咧，啲大佬 call 啲僆嚟訓話咧，會唔會請你飲即係百幾萬樽酒？唔會飲佛酒嘅啫嘛，你唔聽話我揼你，即係殺只雞俾你睇咁嗰只嗱，咁所以個氣氛完全唔同樣嘅，就係你有乜可能話朝貢嘅時候或者認低位嘅時候調翻轉頭係嗰條友仔嚟擦你鞋嘅，冇啲咁嘅事啊！咁所以點解侵侵會多謝阿習咧？就又刮咗兩巴，又係有骨嘅啦嗰啲嘢，又係刮咗兩巴。所以之後就係講話，即係南北韓係點樣開，即係佢哋開完會之後，我要同佢開會啦。咁 Trump 咁講，佢就話咧，我亦都係向呢、這個，即係我佢哋話，佢就話個會議嘅時間同埋地點咧，就差唔多已經定落嚟啦。咁、我亦都向日本咧、去安倍咧就講咗呢件事。咁、後來咧，即係呢件事咧，係其實係冇召會咗習近平。冇啊！又係冇，又講就明㗎啦。我召會邊個，召會邊個就冇嚟。其實大家有意地將佢即係將習近平個角色踢埋一二邊。你睇俄羅斯直情唔出聲，唔出聲啦。即係因為佢個角色係越嚟越低嘛。俄羅斯六方會談依家就變咗四方會談咁樣。所以你睇到就係話，即使係王毅佢今個禮拜去咗北韓平壤嗰度見咩啦，見金正恩啦，其實係想安排就係話習近平去訪問。訪問平壤有咁講，起碼爭嗰張凳仔嚟坐。而嗰個時間咧，係會喺 Trump 同金仔開完會之後嘅時間，即係六月頭嗰個時間，或者六月中尾嘅時間去嘅，即係特登要攝個位啦。咁安倍晋三咧，亦都就係話請咗請文在寅啦，冇錯，請中國啦，即係習近平啦，就喂唔知會唔會請台灣喎、啊？呢、這個就唔知啊，好玩啊，呢個唔敢諗啦，呢個應該請蔡英文。呢、這個好難講啦，但係、但係就話喺呢個時間就畫個界線，就係話咧，即使譬如話金正恩要見即係一個元首都好咧、如果冇經過文在寅嘅邀約同埋首肯嘅話咧、你係冇份嘅。而家佢南北韓共同做呢個東道主嘛，所以安倍晋三咧，其實事後亦都得到呢個文在寅嘅邀請就說，就話我會幫你牽線，就話因為日本話想去見見嘅，咁然之後文在寅就話不如我同你去安排啦咁樣。咁習近平咧就戇居居自己派個外長，派王毅子戇居居就翳要上個位去見咁樣。你話得唔得啊？冇 role 啊嘛，不過問又唔得，冇又唔得。你睇到全世界都講，直情係喺內閣會議嗰度，即係嗰啲內閣官員啦、甚至係前總統嘅遺孀咧，亦都對即係對文在寅講話，你即係你值得攞一個諾貝爾嘅和平獎。咁、然之後佢就話其實 Trump 先值得呢個和平獎。天下大亂啊！阿 Trump 攞和平獎，我哋要嘅即係華北韓要嘅就係和平啦。衡工量值係冇講錯嘅喎，係咪先？如果諾貝爾委員會嘅和平獎委員會睇到你交出嚟嗰啲功課，睇事實嘅喎，你用功課嚟計，佢係有權攞嘅。件事就好有趣，因為奧巴馬都攞到啲，奧巴馬呢佢攞，因為文在寅答案就即係喺內閣會議就謙遜嘅。咁樣講就係話係咯，即係
其實計呢件事咧，就應該 Trump 攞個和平獎嘅。我哋咧，即係你南北韓咧，就只想要和平啫。係啦，嗰陣時要和平，唔要和平獎。咁 Trump 嘅回應就仲得意，佢就喺 Facebook 嗰度出張圖，就話 Peace is a prize。然之後你個樣咧就好串，好串。但有少少嗱背景啊嚇，即係唔係就係嗰個 focus 本。我成日要睇個 big picture 乜嘢啊？記唔記得啱頭先提到一樣嘢咁？其實阿 Edward 你又講，馮哥你又提到，點解蒙古會爭取有地位？嗱，就算係東道國去主持嗰個會議，招待落去，點解蒙古會出聲先？蒙古係好憎呢個政現政府係好憎中國啊！記住一樣嘢啊！記得當年日本仔講嗰樣嘢，滿蒙策略啊嘛，滿洲同蒙古其實係同路噶嘛，大家真係唔好忘記呢樣嘢啊！而滿洲冇咗之後，其實北韓同蒙古都係好友好嘅。而當年就係北韓同埋蒙古咧，係借蘇聯嘅力量咧，係脱離咗中國嘅機微嘅。記住有件咁嘅事啊！咁就蒙古國獨立之後咧，基本上咧就係一方一面倒親蘇嘅。咁喺呢個蘇聯解體之後咧，蒙古咧係好主動親美噶。有冇留意呢樣嘢？有一隻蒙古嗰、那個即係解除中國 ABC 咯 ，Anything but China，Anything but China。咁即係蒙古對中國嗰種抗拒心理大到不得了。咁所以點解你會發覺忽然之間好似蒙古又會有份想參與咧？甚至係會想希望主持呢個和平會議咧，係有原因嘅。咁亦都即係話你避免唔到一樣嘢。就係、是、蒙古將來肯定會同北韓會有進一步嘅企圖嘅聯合，或者配合嘅行動嘅。咁對中國嚟講，呢、這個先係頭都爆埋一樣嘅。咩叫心腹大患？你諗諗啦，嗰邊就算爆個核彈，去到北京都仲有時間啦，係咪？仲隔住渤海，係咪？咁問題蒙古距離北京有幾遠？諗諗。幾分鐘隨時兵臨城下可以，咁所以變咗呢一樣其實東北亞嘅大勢咧就不能單獨睇一件事。Edward 講嗰個 focus 咧，其實牽一發動全身嘅全球佈局，包括尤其是滿蒙關係啊，同埋佢嗰個喺蒙古個官方嘅講法裏邊，即係好明顯外蒙係唔應該屬於中國噶嘛。嗯呢、這個都係有爭議嘅，因為即係既然。即係蒙古一定唔係佢哋所宣稱嘅整個蒙古嚟嘅，一定一部分仲係仲有內蒙啊嘛，係咯，還有內蒙問題啊嘛，即係個嗰個蒙古有一部分。但係蘇花我哋冇聽蒙獨呢樣嘢喎，好奇怪喎，真係少啲咯，可能都唔係嘅，少啲咯。但係問題佢哋嗰個認同去邊邊係有 issue， 會有㗎，會有㗎。其實呢一個相對嚟講，即係如果你話喺。即係朝鮮族啦，都有相類似嘅問題㗎、一樣會有㗎，睇似一都係會有問題的。唔係喺東三省嗰啲，咪出現好多即係好多朝鮮族咧，就滲咗入去呢個咩長白山嗰啲咁樣樣嘅問題啊嘛。咁其實呢個都係即係你睇到就係話南北韓咧有冇機會統一啦？我覺得就好難嘅，因為你如果要睇翻歷史嘅嚟講咧，你睇就會統一未必。啊，東西德。即係合璧翻之後咧，你會發現直至到今時今日嘅即係蘇東坡過咗咁耐之後咧，東柏林同西柏林嘅分別咧，仲有好大分別。今時今日你去睇翻咧，真係差好遠好遠好遠。即使你話西柏林係願意去啊照顧翻呢，唔係即係西邊呢個西德啦，願意照顧翻呢個窮親戚啦。但係個差距並不在於淨係指經濟。你睇到南北韓咧嘅人咧。無論佢哋係喺經濟上面甚至係佢哋文化生活上面，文化生活差距好遠，已經好遠。即使佢哋係血緣係同一個 origin 都好，都係朝鮮族。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哋已經變成好似係兩個國家咁嘅存在。你睇翻德東德西啦，後邊嗰東西德啦，其實點解話嗰個相差唔遠咧？雖然嗰個經濟基礎相差，而家仲有好大距離。有冇留意默克爾？其實是東德人嚟噶，東德，亦都即係話佢嗰個所謂精英階層咧，係能夠同西方世界接軌嘅。呢、這個當然都係因為本身德國喺戰前個水平十分之高啦，即係喺環成個東歐裏邊，其實真係最高水平啊！東德嘅咁所以你睇翻北韓係冇呢個先決條件噶嘛，從來都冇噶啦。
喺即係英國嗰陣都好多南韓嘅同學都有傾過呢啲問題。咁佢哋就話其實南韓人係唔想統一嘅，你融合唔到啊？都唔係，佢哋第一樣嘢諗錢，固之然啦，佢覺得會影響到佢自己嘅生活。係係。咁即係同埋男仔如果受過軍訓咧，其實嗰個教育係。令到你即係個敵我思維，相當反共嘅，相當一定要有啦。因為你真係到到真係打，事實上打過啊嘛。所以你唔可以同佢講東西德冇打過啦，好緊要啦。要係南北韓打過啦。你唔可以同佢講話，你要當佢係自己嘅同胞，你唔得噶嘛。所以金正恩去到訪問嘅時候，其實嗰啲將軍，南韓啲將軍係完全唔同佢握手噶嘛。嗯哼，你見到係啊，望住嗰另一面咁。部隊係唔會妥你噶。的而且確係㗎，咁呢個係咪一定要有個傳統啦？因為你真係隨時係要打仗過嚟啊嘛，同埋你真係隨時有機會打嗰陣，你平時嗰個教育喺個軍隊裏邊咧，一定係亦都唔好唔記得佢直頭炸過呢個戰艦嚟㗎嘛。乃至於佢哋講，即係連係説話嗰個韓文個口音咧，都係有差異喺度嘅。即係一個北韓人，譬如話佢脱咗北之後咧，嚟到南韓咧，係。又未必融合不到，但是人家一聽就知道他是北韓人本身是。所以你看到就算你不清楚這件事，你看這個南北韓兩個人高峰會的時候，兩個人說的話的口音呢，其實你都已經聽得出那個很不同在這裡。所以這麼大的差距呢，他們是不是真的願意統一呢，這個問題。但是不代表即係南韓不願意去統一，不代表他不想孭俾人呢個道義責任嘅。呢一樣嘢牽涉到第二個過癮問題啦，就不是竹子室啦，統一個定義可以很闊嘅噃。嗯，你明唔明啊？嗱，佢未必係聯邦啊 ，OK， 但佢維持現狀嗰種和平的互相承認嗰、那個那個情況嘅話，即係唔打咯。都可以是統一的一種嚟喎，即係唔好話講到一定要攬頭領、攬頸要同於水嗰只喎。因為你要知道就係話，1950年開始韓戰噶嘛，打到1953年就停戰啦。但係個停戰協定其實係美國同埋中國各自代表咗南北韓休戰噶嘛，佢哋休戰噶嘛。嗯、而今次簽咧係文在寅。一個南韓的民選總統，同埋北韓，即係兩個對等政權，最高領導人，就係佢哋自己去簽呢樣嘢。所以我覺得呢個係第一個好重要嘅地方。係變咗已經係互相承認㗎啦，呢個好緊要啦。大家即係記住，國際關係好緊要嘅，佢會互相承認係幾咁緊要的一件事。即係北韓承認南韓係一個獨立有權政府嚟㗎。南韓都承認北韓嘅，而家係 OK。台灣都做唔到呢樣嘢啦。中國同台灣一定做唔到啊！咁即係互相承認，仲要對等喎，你和約喎，而家講緊解除軍事狀態。仲要係有一個好其實好重要嘅信息咧，喺呢個會議之前已經發生咗，就係當金正恩俾封親筆信俾 Trump 嘅時候咧，入邊寫到其中有三條題目，就係話要見佢啊，點樣樣成啊咁樣。其實第三條先最重要，就係話北韓。在呢個會面之前咧，即係個高峰會之前咧，係會發生呢個美國同埋南韓為咗制約呢個北韓嘅核威脅，就喺軍演噶嘛，喺個海度軍演噶嘛。北韓係承認呢樣嘢。嗯，咁點解？佢唔嘈啊？係唔嘈？喺你門口打，以前就一定話咩噶嘛？美國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一定要消滅呢個美帝。今次冇嘈噶，佢當你正常啦，好過啦。佢當佢係正常國防必要的活動嚟，亦都即係佢唔覺得呢一種聯合軍演係挑人，勁過人。咁為咗呢個亞太嘅安全防務，咁佢軍演一下冇乜問題啊？喺你門口打喎，都冇乜問題喎。咁亦都就係話。即假如佢承認南韓係一個獨立國家的話，就變咗冇問題㗎啦。咁所以佢個心態好緊要呢下嘢，同埋國際關係唔同咗。更進一步就係話。今次傾偈咧，即係同 Trump 傾偈咧，本來就話有個前設，就話美軍要撤出呢個朝鮮半島，即係由南韓到撤軍啦。撤軍啦，係啊，有二萬非軍事化咯，二萬幾個美軍，28,000啊嘛，冇記錯就係。佢話我 cancel 個前設，咁就因為 cancel 前設，你要喺南韓駐軍冇問題。
呢個一直都好耐㗎啦，即係因為話美軍呢勢力咧阻住我北韓去統一你南韓㗎嘛，唔係正正就係頭先講嗰樣嘢咯。假如北韓已經承認咗南韓係個獨立政權，甚至獨立國家，喺今日前提底下咧，你對等嚟談判咧係冇問題㗎。咁所以軍演冇問題，甚至你南韓自己認衰仔，要人保護你擺軍隊喺度，我都冇問題。點解？我冇打算喐你咯，嗱，呢啲好緊要嘅，係即係分承認個分治嘅局面咯。係啊，係分治㗎，分治之餘，你個統一就起碼有一個前設條件，即係唔似得中國同台灣啊，你明唔明啊？即係變咗你冇咗個對峙同埋互不承認嗰樣嘢，即係話咧，你開始互相承認咧，你有嘢可以講啦。咁所以點解就話個統一個定義咧可以好闊？佢未必一定係聯邦，但肯定而家非對峙。明白，同埋起碼唔會軍事化。下一步咧就可能係阿 Apple 講得啱啦。到底會唔會金仔真係送埋咁大個禮，佢放棄核武咧？嗱，呢個就好耐人尋味啦。敢咧佢？嗱，我唔知佢敢唔敢。如果佢擔心係好似利比亞咁嘅下場，即係話俾人起尾住咧，佢未必敢。視乎佢信心去到邊一度啦。但係問題佢如果佢知道個，如果佢自己送嗰份禮唔夠大嘅話咧，美國係唔會採佢。係啊，因為佢遇到一個比佢自己已經更加黐線嘅黐線佬嘅時候，係會炸你嘅時候。因為一路以嚟咧，就係話美國本來就已經講到好想打噶啦嘛，但係嗰個決定嘅位置咧，其實係在於嗰個平昌東澳。因為平昌東澳咧就係睇到就係話。因為當時仲係落緊雪啦，咁如果要打嘅話咧，其實喺嗰個時間之前就已經要決定打唔打啦。因為一朝鮮半島落雪係好犀利噶嘛，咁你陸上部隊係打唔到嘅。咁所以喺嗰個關頭過咗之後咧，其實嗰個機會冇咗此其一啦。第二就係話美國一直以嚟就係諗緊就係話。北韓的部署除了核武器之外，它還有很多常規的武力的嘛。它就算是怎麼 用大炮去打你這個平，即是打你這個首爾的時候，你都吃不消啦。開火你攞命的。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問題，它美國那個斬首行動一定要精準，還有配合到就是說一定要殺死你那些主要的官員，包括金正恩在內，令到你是沒有受報的。斬頭行動啊，係。那美國就示範給你看，他可以做到這些事。做到。他那個是精準攻擊來的嘛，相當之精準。但這件事又要提一個更加過癮的situation，除了滿蒙，北韓和蒙古，就是攬頭攬鏡之外，因為最過癮的變化，中國不單止未必是沒有位坐那麼簡單。如果以賭一鋪牌來計，金正恩最大的安全保障在今次和談之後呢，可能是反過來親美的，是美國，是不是未發生過的。記不記得越南發生什麼事？即使跟美國打了幾十年，他說親美就親美了，因為有一個更大的敵人在這裡叫中國，最近還近嘛。而中國跟他是世仇來的，北朝鮮有說這件事，中國跟他是世仇來的。兩千年的世仇，壓制了這麼久嘛。是的，所以變成其中一個最大變數是什麼家伙呢？ Edward 說的也是有可能，即是賭大勢。賭大勢，賭豪豪賭其中一件事就是要賭客到底如果他放核武，會不會被人起美住？到底是中國起的美住，還是美國起的美住？其實當年都是這樣的，即是這個金正日的時候呢，美國放了國務卿奧爾布華嚟去訪問噶嘛，其實嗰時佢都係玩陽光政策，大開方面之門嘅。但係你知道 John Bolton 做顧問啦，咁兼且鷹派嚟噶嘛，兼且部署要打佢啦。嗰時話咩嘛？呢個邪惡族心係啦，就指咗伊朗啦、北韓啦嗰啲咁嘅國家。伊朗我明白，北韓知咩事？就是這個邪惡族心之後，搞到金正日就很不高興，於是才反台的嘛。所以其實去到金正日的時期已經開始是的，反美其實是為了親美。反美是為了爭取談判籌碼，是不是親美不敢說了，就是那樣東西，到底他擔心中國多一點，還是擔心美國多一點？因為現在他發覺只有美國才可以令到他這個國家是正常化的嘛。Exactly，這個很重要了。正正就係頭先話齋，如果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都冇辦法保護佢嘅所謂附庸國嘅附庸國，會發生咩事啊？氣暗投明咯。你睇下呢一期兩波嘅貿易戰，
打到中國，中國就一撲一碌啊，已經拆咗一皮。你睇下睇下今次啊，五月三號嚇，即係美國美國嗰個訪問團啦，即係訪問經貿談判團，粒粒皆星啊，派咗七個人走去啊嘛。係啊係啊，佢數㗎啦，即係其中五個係英派嚟㗎嘛，大佬。你話八國聯軍咧，不為過也咯。咁就係啥？嗰啲根本上即係嗰班譬如話。即係你無論你係財長又好啊，商務部長又好啊，成班顧問都好啊，即係佢哋有啲就係本身就已經係仇中啊，直情係出兩本書評論中國威脅論咁樣樣，咁你點死啊？Navarro 啊嘛，睇到㗎。咁所以變咗呢下嘢咧，就係話真㗎，好過一樣嘢。Edward 講嗰個賭大細咧，係有可能發生嘅，而個前提條件係基於好客觀理性嘅 situation， 就係話。西瓜靠邊大？到底邊個可以保護到佢嘅？佢有機會投靠過嗰邊。如果南北韓基本上取消咗對峙，互相承認，佢已經冇咗內部嗰個所謂矛盾嘅問題啦。剩低一樣嘅就外部嗰個矛盾是否會威脅到佢啊嘛？俄羅斯就唔使問啦，佢唔過問啦，已經預咗啦。普京非常聰明啊，佢已經攞曬要攞嘅嘢。你成個阿布戈爾嗰邊濱海省同埋呢個海參崴，中國已經割曬俾佢噶啦。咁所以冇其他嘢要，唯一剩低咧就到底呢個北朝鮮會同佢 friend 定唔 friend 先？肯定會繼續 friend 啦，預咗啦，呢個唔使問啦，貴啦，一對隔住日本海，咁變咗剩低一張，所以我叫 wild card 咧，就 unknown 嘅嘢，就中國到底取咩態嘅啫。嗱，美國話要打佢一回事啊，但係前車可鑒。如果越南同美國打咗幾十年熱戰，我唔係冷戰啊，都可以一面倒親美同中國對過的話咧。極有可能朝鮮都會參考呢個食員工個案，同埋你留意翻就係話俄羅斯係因為受財困之苦啦，咁而且俾美國又玩降鋁關稅咁樣打擊咗好嚴重啦，而且亦都即係玩咗一大堆俄羅斯大亨嘅制裁啦，係冇錯，咁甚至俄女都就死咁制裁俄女啦，咁就已經釘到佢死咁滯啦，咁但係臨尾就放佢一馬喎，即係將嗰個佢。同人哋交易嗰個時期咧，就放寬咗幾個月咁樣，即係等佢可以走到貨啊，等佢可以成咁樣，起碼就唔會破產。佢就係要一樣嘢啫，就係一個親美嘅大股東咧，就逼走佢咁樣。重組唔該。咁啊，管理層重組咁樣，咁就依家就傾啦。咁個大老細就話：，我可唔可以 keep 翻49% 嘅股權？咁我就唔係50% 絕對股權啦。呢樣嘢過癮啊！嗱，點解咧？點解可以有呢個 option？ 大家又忽略咗點解俄女居然會有呢個 option 先？好多人忽略咗啦，咁即係三句不離本行。俄女喺香港上市，係記唔記得呢樣嘢啊？俄女喺香港上市，一間國際上市公司嚟嘅，所以俄女本身已經某程度上係國際化嘅，所以佢係能夠接受到一樣國際共管嘅局面，而普京係唔會冇面嘅，原本已經拎咗出嚟嘅，咁所以變咗。香港唔好睇小自己嘅國際地位嘅貢獻啊，正正係提供咗呢一個可變嘅可能性，呢個即係變化嘅可能性。而呢樣嘢係通過香港嘅金融市場平台達至嘅，咁所以香港依然係唔好講難聽啲，有個專發國難財嘅，俄羅斯有國難，香港照發財啊！咁當你如果即係 long 咗俄女嘅蝕落金嘅，我幫你唔到啦，你 short 咗而家止蝕落又止你唔到啦。問題就講到最緊要宏觀形勢啊，係香港有本事做到啲條件出嚟嘅啊！咁我唔知道北韓會唔會遲啲嘅公司嚟香港上市，有可能都不其實之前北韓都有一俄羅斯都講過一輪要利用香港個金融。係啊，問題美國制裁佢啊嘛，搞到冇嘢好玩啊嘛。咁所以如果呢樣嘢好似阿 Edward 話齋，如果佢接受咗美國嗰個方案，令到俄女變成更加國際化的話咧，有可能通過呢個機遇咧，美國可以選擇地放寬對俄羅斯嘅制裁嘅喎。Provided 嗱呢個好緊要啦，針針話齋，羅羅貝爾長 ，Provided 針針真係可以逼到俄羅斯去接受世貿嘅貿易標準。嗱，呢個佢真係值得攞諾貝爾獎㗎啦！因為俄女呢個問題咧，細心分析其實並不在止於經濟問題。原來俄女本身咧喺俄羅斯咧係控制咗好多 N 咁多個小鎮嘅，好多嘢㗎。即係嗰個可以係成個鎮沙皇係，係可以係成個鎮嘅工人咧都係幫俄女翻工嘅。咁如果俄女真係俾美國制裁成功嘅話咧？
而呢、這個即係誒克里姆林宮咧係唔出手打救嘅話咧，亦都好難打救。先排即係先上個禮拜就講話咩嘛？克里姆林宮話可能會暫時國有化咗佢咁樣，頂住一陣。都係講法嚟咁樣，但係你莫彩嘛？點搞啊？你點國有化俾唔到錢？但係你香港上咗市嘅私有化俾錢啊？鬧緊嘅話係，好耐冇留意呢樣嘢。工人咧，即係俾路透社訪問佢哋咧，就話：喂，我哋如果啲廠接嘅話咧，我哋就收工㗎咯喎。冇飯食，成個城市嘅人就失業噶咯，幾萬人喎一個城市。係啊，咁佢哋就會暴動噶咯喎。係啊，咁你暴動，你普京點搞啊？呢個唔係政治問題喎，呢個係民生問題啊嘛，大佬。係啊，民生無小事啊，的確係。咁所以變咗就係話俄女呢樣嘢，雖然話側影睇得到啦嚇，過癮嘅地方就係牽一發動全身就係美國唔單止有辦法對付中國，甚至有辦法對付俄羅斯嘅，大家睇到咁所以。其實肥仔金有冇啲嘢好揀咧？其實佢 option 有限，極有可能咧。咁所以話賭大細啊！就如果佢真係夠膽賭一鋪嘅，佢覺得利比亞嗰個前車可鑒都唔係咁得人驚嘅話咧，有可能佢會做一樣反手動作，就係比卡達菲更加親美。呢個係最安全嘅保證嚟。呢個可能先係最大安全。同埋你見阿蒼蒼似乎係一個冇乜包袱嘅人嚟，冇家，原本就唔係政治世家嚟，咁所以有可能佢的確係有啲新思維去解決呢個問題。新思維跟住做商人啊嘛，佢知道班人係為即係因為為名而係為利，例如為利緊個為名咁樣同一樣嘢係咪先？咁所以變咗佢係會夠膽落住，即係佢賭徒嚟啦。佢夠膽落住㗎佢。佢三十年前已經發現呢個國際政治外交原來最下就係一個錢嘅，錢去dominate所有嘢。冇錯。咁所以呢個問題就係話，北韓譬如話佢就算係唔統一咧，你話即係唔係東西德嗰種統一啦？即係喺呢個會議上面咧，大家就講到話：哎呀，大家都冇關注到呢個北韓嘅人權問題啊，亦都冇關注到呢、這個其實呢、這個金正恩咧喺少有逝世背後咧殺咗佢啲兄長啊，佢阿叔啊，佢啲即係親中嘅親信啊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佢如果開放咗嘅話，其實會帶嚟質變。而譬如話美國又好咩都好咧。其實買緊呢個所謂嘅 prosperity， 呢個未來，就係當你金正恩你要開放呢個市場，即係重開開成工業區啊，甚至係多對南duplicate好多個類似開成工業區咁嘅物體，然之後排隊投資，咁南韓梗係投資啦，改革開放咯，即係日本又投資，韓版嘅日本又投資啦，係啊，美國又投資嘅時候咧，咁啲人民有錢咗咧。改善了生活呢，其實慢慢個成即係個社會就會慢慢個思潮會改變。呢、這個就是中國失敗了的改革開放咧，即係佢經濟開放，但係政治上面冇開放嘛。北韓做的嘢咧，可能是會相對成功。原因就是因為中國人內部分歧冇咁大啊，北韓嗰、那個即係共產黨對於嗰、那個。那個控制咧，其實係相對地係比較分散，冇咁北韓嗰種咁集中。北韓係已經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嗰種人，即係佢就算要去改革，即係個思潮要改變咧，起碼要經過三幾代人先去改變。佢應該，我覺得佢係都想走一條，即係佢而家走應該係完全係史大林式嗰種集權玩法嚟嘅，咁但係呢種係非正常嘅狀態。我諗金家自己都知道，喂佢呢一代仲有得玩嘅，佢跟住嗰一代我諗係唔知點玩到佢嘅。咁佢就可能都係覺得要走中國式嘅另一種玩法，就係我要透過經濟嘅改革開放，呢個似越南多過似中國。嗱，越南好過癮嘅一樣嘢，你發覺佢嗰個越共政府咧冇弱過㗎，即使佢開放。你台灣啊、南韓啊，冚唪唥嘅設廠，日本都係設廠，諸如此類，啲所謂勢仇咧，佢完全即係唔反對。OK， 但係一個好大嘅前提，佢個國家細啊，容易管，越共唔驚㗎，明唔明啊？佢嗰個分內部分歧細啊，你唔似得中國，佢求其一個省都隨時可以富可敵國，大佬佢咁。同埋越南又好得意，佢係做到黨政分離㗎嘛，竟然係好神奇，你做到黨政分離咗，呢個係真嘅。
中國是做不到的嘛，甚至現在是更加越南成為正常國家的機會是高很多，是啊，現在中國是更加集權的嘛，你看越南 exactly 正常國家的機會高很多，高很多，那他很高的嘛，那你看看他最近這幾年的經濟社會發展來看得到，我都去過問過那班友仔，你問那班友仔是跟中國的感覺完全不同樣的，所以你會發覺越南班友仔呢是基本上他們接受到一件事，就是其實鄧小平念念不忘的樣嘢，新加坡模式，政治上是封閉的，其實佢一黨專政的，但並不表示嗰個黨不交功課，都好緊要啊！誒，經濟上佢係開放的，如果黨政分離，即係佢有機會走到新加坡式，即係有選舉之下，佢都有機會繼續㗎嘛。佢監控嗱，佢未敢開放呢樣嘢，但係佢夠膽嘅，點解咧？越共嚟講，相對係真係齊心啲嘅。即使係所謂選舉咧，會不會有民間嚟 challenge 越共咧？呢、這個都成疑問。原因就係喺佢哋真係喺佢哋主導底下，呢、這個所謂改革開放政策咧係成功的，但係你中國共產黨係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啊嘛。冇錯，中國嘅分裂嚴重得太犀利，你點改革？但係調翻轉就同樣道理啫喎。咁所以點解話你北朝鮮嗰個改革開放咧？是有機會參考到越南模式，我不敢話中國那種啊，真的有機會參考越南模式。第一，對外嘢美國佬會罩你，好過美國佬撐你。對內，你南北韓自己冇矛盾，然之後即係你啲親中派冚唪唥俾人鏟曬鬧緊嘅，係俾人所有親中嚟啄曬，你犬奪曬啦，已經唔好意思。甚至有先前亦都係提過一樣嘢，嗰、那個所謂人質嘅問題啊嘛，就其實金正恩嘅大佬點解可以一國外逍遙快活啫？其中一個講法就是中國召他嘛，你捉他不到嘛，即是之前在澳門被人暗殺了幾次，問題就是到底邊個留一手有機會可以取而代之，你金仔沒得坐先，就是中國留一手而已嘛，都沒賣了，不是美國留的啦，所以金正恩一路以來你有機會干涉我內政，芒刺在背，基本上是啊，所以懟冧曬呢班友之後就很輕鬆了，因為你會所以就話起尾住邊個機會大啲啦。美國佬雖然話會炸你啫，但美國手頭上冇人質嘅，我留意。美國佬唔能夠話炸完你之後，我擺低你大佬嚟做翻你嗰、那個即係黨政軍領袖，冇呢個 option 嘅。唯一有呢個 option 可以取而代之嘅係中共。咁所以點解對於金仔嚟講，所謂魚芒在刺，邊個起尾住嘅機會大呢？中國同樣咁大。所以你看到被人炒咗嘅 Tillerson 咧，都強調一樣嘢：美國前國務卿啦，已經係。已經講就係話，其實我哋追求嘅咧就並唔係北韓嘅 regime change， 我哋冇諗住改變佢嘅政權，我係只不過係要佢正常啫，要佢唔好亂咁搞嘢啫。正常化呢句係其實套用咗喺越南嗰度噶嘛，咁所以點解阿馮博冇講錯呢樣嘢？嗰、那個模式咧，前哥可教嗰樣嘢咧，所謂開放改革咧，未必係中國嗰一隻。中國而家所謂改革開放咧，派埋呢個即係啊，即係黨委入去你啲企業嗰度，嗰度搞清楚啊，公私合營嘅。嗱，越南唔係行呢樣嘢嘅。我估佢北韓真係真有一種咁極端遺留咗喺即係仲講緊係50年代史坦嗰啲模式，佢自己都其實可以去到2018年都係有啲出奇嘅，其實係有少出奇的。神奇少神奇啊！咁但係我諗佢都諗到長遠啦。佢諗咗好多㗎啦，佢想做啦。咁但係佢當時好明顯，前嗰十年都係好明顯，佢要先發展核彈先。有牌喺手，咁呢個因為佢江山有牌喺手啊嘛，即係佢好清楚㗎。如果我冇呢樣嘢揸住喺手嘅話咧，根本我都不穩。嗯哼，咁而家嗱，剩得最後嗰個懸念嘅時間唔多，剩得懸念有乜家伙咧？習大大會唔會發爛渣先？咁你冇㗎，你譬如話你金仔面對即係面對住同一個就係中共王朝嘅能唔能夠萬世一系？嗯哼，能夠啦。嗯哼，咁你有嗰個憂患意識。咁你金仔嘅處理咪就係親美咯，即係我專制，但係我開明專制，係啦。但係你習近平就專制，我仲要去攬住自己嘅權力，就算我唔知道我自己嘅繼任人會係邊個，終身制，我終身制我都諗唔到繼任人係邊個，我都唔知點陰點啦，大佬。嗯哼，但係我都要照樣玩唔到落去隨時。啊、不過我想北韓這件事呢我們都講得差不多了，還有少時間會不會都講回另一樣大家都很關注想跟進的，就是中美貿易相關的，這件事相關的，連消帶打的，因為中美貿易那件事呢就、雖然就大家看得很開心，就是抽到中國 四個朝天，但是我上次提過的，大家不要興奮得那麼快，
一味淨係炒上或者炒落個市，係上落市。反過來話，而家點解話上落市呢？美國佬到而家咧，都依然停留在宣布賽規嘅，有冇留意呢樣嘢？佢唔係真係打你，佢話我七年賣呢個即係芯片俾你，講咗話佢你自己接得埋一回事喎。佢可唔可以咁做咧？未必一定喐手嘅。點解咧？又有可能忽略咗呢樣嘢啊！即係我做開呢啲金融分析知咩事？唔好以為話我制裁唔賣芯片俾你咧，美國自己冇損失啊！唔係話佢而家現有貿易嘅損失，佢個機會成本係極大嘅。個機會成本喺邊一度咧？有讀過呢、這個啊，即係科技歷史嘅，明白一樣嘢。芯片嘅進化速度咧係極快嘅，有句叫摩爾定律啊嘛，大家記得啊。嗱，嗰個極快嘅進化速度咧，同樣喺後邊衍生咗出嚟乜家科咧？你嗰個科研同埋你個生產設備都一樣要跟得快，甚至係更快。即係如果科研唔係走在你產品前幾年已經做好，你不可能到時到後就會有個準備好嘅芯片升級嗰一代嚟俾你接軌落去，你明啊？再看看一樣更加攞命的一樣嘢啦，製造芯片的工藝和嗰套機器是段以億美金計的。咁你諗下一個很簡單的概念係乜家科咧？點解嗰啲所謂要 copy only paranoid can survive 咧？就係話點解你搏命去輸出芯片，要人買你啲架衫，要人買你啲貨，甚至改咗個 logo 都照賣俾佢？點解咧？因為如果你現有嗰個生產技術同水平，不能夠在那一代的芯片裏面回本，我不敢說賺不賺啊。如果你那一代的芯片不能夠在那一個時刻裏面準時回本，和賺夠足夠的錢給你做下一代的芯片呢，你其實是斷纜的。所以其實美國佬是沒有一個很大的險，那個很大的險是什麼家伙呢？就是到底企業會不會因為你那個銷售的中斷而導致它回不到本。如果佢回唔到本嘅，佢下一代嘅芯片都有可能延後開發，甚至係延後落成嘅。美國本身損失都可以好大啦，好多人忽略咗呢樣嘢。咁佢點解解釋翻美國嗰邊咧？雖然話有好大王牌喺手，但都依然停留喺宣布賽規嘅階段。喺宣布賽規，問題係我宣布賽規，你已經休克咗啦。都唔使打啦，唔使打嗱，咁就變咗美國咧，佢真係唔得。咁今次嗰個咪代表團過落去咧，阿 Evan 冇睇錯，佢未必一定真係去談，可能佢已經收成收割㗎啦。問題收割收成當中咧，肯定會有一樣嘢，佢唔會斷自己迷路，亦都即係話佢應該係會繼續供應芯片。不過個前設條件就係要求你聽美國佬話咯，唔好再出蠱惑咯。依家中國其實面臨咁樣好大的問題嘅。嗯即係佢嘅晶片嘅技術咧，你話佢去最尖端嘅晶片嘅研發咧，並不是相當之低，至少唔係低到佢嘅冇排位咁樣啦。佢嘅效率係高，呢個係真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佢量產係相當之困難嘅，原因係因為關鍵核心嘅技術咧，佢掌握得唔夠好啦，佢哋嘅報廢率好高啦。最關鍵就在於咧，其實一啲主要嘅量產嘅機器，譬如話光刻機之類咧，其實係俾荷蘭一間公司壟斷，咁然之後賣俾美國嘅公司，而輪到美國嘅公司壟斷。唯獨是就係唔賣俾中國，最先進嘅機器係賣唔到去中國。台灣都有中國冇，台灣都有。個笑話就係台積電啊，台積電就係中國其實有咁喺台灣啊。即係所以佢咪要偷台積電嘅製程技術咁樣咯，只可以偷咯。但係其實更加先進嘅代工技術係喺南韓㗎嘛。係啊 ，OK， 對唔住係南韓人啊。咁所以咧，真係自主研發。所以你中國嗰啲訂單跌咗咧，依家就係話台積電咧就有機會就係取代翻中國咩嘛？因為佢下半年嘅時候咧就有呢、這個七個 nanometer 嘅嗰啲晶片出嚟啦嘛。同埋佢會接到呢個 iPhone 嘅訂單咧，有機會就係話依家個股價跌緊，但係依家入下半年有機會就係起死回生咁樣樣。咁但係中國仲係即係請呢個工程師仲係偷佢28個 nanometer 咁樣，即係仲係爭好多個量級喎。係啦 ，exactly。而南韓其實即係除咗依家7個 nanometer 之外咧，係已經想去挑戰5個 nanometer， 即係越嚟越細嘅嗰啲晶片喎。咁所以中國咧仲係喺嗰啲即係中下游、中下價嘅技術上邊
去遊轉，就算你依家今時今日你去投資一千億、一萬億都好，個、問題就係話你要開發未必相當難，你聚舉國之力肯定開發到一片兩片，但係量產係相當之難，唔係掉錢落去就搞得掂。呢、這個研發我都有保留，就點解呢？正如你話齋，先前投入係好多嘅，但係有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大家唔能夠唔係淨係講笑話咁簡單嚇。點解個結構性問題呢？跟滿清的 situation 一樣，是腐敗的，腐敗足以殺死一切。腐敗到什麼程度呢？記得當年漢森那個，不是只是一個人出事，是系統性出事。系統性出事到什麼地步呢？就是國家認可的最高所謂決策人，在科技領域裏面原來是老千。那你想想，如果一個老千主導了你國家的科研開發，他下邊會不會留一些不是老千的人先？所以我啱啱之前咧，你好人會死的。喺北京咧開嗰啲會咧，佢哋就不斷喺度吹捧話其實冇問題。我睇完嗰班友講嘢，我就覺得話係時候開餐啦，係時候開餐啦。發國難財咧，點解？就係嗰句啦，因為喺個腐敗的制度裏面咧，佢個阿頭本身係賊，佢個阿頭本身係一個大話精。他的頭本身是沒事的，他會不會提拔一些有本事的人在他下面？不可能的嘛，自殺啊，不會的。所以個系統性就是整個系統都爛撚曬的了，你抌錢落去可以解決到咩問題先？我嗰班人就喺度氹，就係氹緊誒，氹阿爺俾錢啦，繼續俾錢啦。我哋 ready 㗎咁樣啦 ，ready 㗎啦，你俾錢就得啦。每年愛心都係，我哋會中科院級嘅國家級嘅發展計劃，國家級㗎。但係都係俾嗰啲領導層層盤剝 A 點 A 度。係啊，盡曬你都真係下游，真係研究嘅，真係做嘢嘅係。唔係買波都得啦，刮刮刮咯。都唔使，唔係話陳立盤，係最大嗰條友話我識得開發嗰條，其實係老千嚟嘅。嗯，買摩托羅，買咗翻嚟，然後炒咗佢啊嘛。咁啲人咪大陸啲人已經問㗎啦。我哋上個禮拜都講過，喂，咁其實一直以嚟嗰啲開發經費去邊？去咗邊啦？咁跟住咧，而家嗰班友咧又再鬧阿爺，阿爺個困境就係啦。跟住你係啱啱個禮拜咧，北京咧就聚集咗一班全中國頂尖嘅呢個領域嘅學者，就話我冇問題嘅，可以啊。問題就係你惡性循環啊嘛。所謂頂尖學者，邊揾個認證嘅先？知唔知又講翻有？咪結果咪出事咯。啱提到台灣台積電啊嘛，咪。中國的即係呢個華潤微電子咧，佢旗下一間子公司就叫走了一個台積電的工程師。咁、那個工程師咧就上年九月就已經被人請㗎啦，十二月就正式上工嘅。咁佢臨走之前咧就 print out 咗一大堆即係個廿八納米下嘅嗰個晶片嘅製程咧，就攞曬啲機密資料咧就過去呢間公司嗰度過檔嘅。咁依家就已經被人拉咗㗎啦。而拉咗之後隔幾日咧，這個華潤微電子在江蘇無錫的那間廠就忽然間起火了，他就拉都沒那麼巧大天光七點幾鐘，間嘢就一間電子廠，還要生產頂尖的晶片的電子廠，是被一個旱天雷。哇！你唔防電唔防火，你搞咩電子廠啊？冇乜可能嘅事啊！佢係間廠燒通天嘅，係、okay. 一定要通天嘅。你唔通天唔得噶，你唔通天就甩底啊！咁而你知道就係話佢遇到呢、這個其實呢間單嘢咧就係已經遇到貿易戰咧，係制裁呢、這個中興嘅時候咧。就亦都華為就火燒連環船就燒到嘅時候咧， 其實上邊就已經中央派咗巡查組咧，就整頓曬你成個國家。我要首先就 evaluate 個狀況，我哋 evaluate 唔到啊！而家係點樣？大領導佢就話嗰啲，我係阿爺，我都真係想跳。佢話啲關鍵生產資料燒咗，咪一把火。嗱，咁所以上次見到我出嗰篇好過癮嘅文嘅，就受害最深嘅咧係中南海班領導。他真的乜撚都不知道噶，乜撚都唔知道咩地步，我就唔係講芯片，好冷門喎。佢視察長江三峽，哇！即係個即係國之重器，國之重器一定要掌握自己手上。我睇佢長江三峽的工業水平好正，要學習，我即係要揭一聲笑佢出嚟。人人冇人踢爆係我踢爆，你明唔明點解啊？因為嗰間廠負責去談判的是我法國的師妹啊嘛，我係
第一手資料知道佢係用緊外國技術。你唔信，你咪睇翻英文網站，去翻嗰間廠睇下佢哋點樣形容賣俾中國嗰度技術係乜傢伙咯。唔係硬件啊，同樣道理，唔係硬件，你嗰個咩發電渦輪，唔係嗰扎嘢啊，係個情控，係個軟件啊。長江滔滔長江水幾億噸流量，個變化好大噶，江左江右都唔同嘅水壓。你諗下啦，你如果係發電廠，你如何控制佢唔會燒飆啫？個水壓轉速輸電同埋嗰個葉嗰個轉動嗰個水嗰個水壓同埋嗰個電壓平衡啊！嗰、那個軟件你煩到爆，你仲要自動喎，你唔好等人嚟喐你喎，唔該，睇到數字先喐你死嗰啲。即係連 programming 都唔係中國自己做嘅。佢唔知 programming 有牽涉芯片，係有牽涉到芯片，個運算速度啊。OK。你個運算速度，即係嗰個監察嗰個自動調整個儀器發電電量控制水流控制嗰下嘢咧，唔係中國㗎，應該即係中國可以起呢件硬件出嚟，但係如何令到呢件硬件 work 到咧，咪又翻係芯片同樣嘅問題，但係習大大係完全唔知㗎。白痴仔話呢個國之重器，哎，中國本土土炮正嘢，我頂你個肺！我睇到笑碌鬼咗落地。當年我師妹喺我面前訴苦話談判幾艱難，我已經笑鳩咗佢啦。唔艱難嘅中國冇啊嘛，食硬佢。廿年之後嘅今時今日，習大大唔知有件咁事。咁你諗下，正正就係一腐敗嘅問題，同滿清一模一樣。個皇帝你想係有作為 ，so what 下邊個班係乜嘢人提拔出嚟？你諗諗，如果你話電子系統係江澤民嗰派嘅，你電力系統係李鵬嗰派噶嘛，大佬，你唔好以為佢哋升得到嗰個所謂皇帝級別係冇前置條件噶，佢前置條件乜家伙啊？就係累積咯，如何累積啊？就係呢個金山銀山嘅腐敗裏邊累積出嚟噶嘛，你而家話要改，你點改啊？同樣道理，你可以放火燒咗個芯片廠，冇嘢可以認。我又問一樣嘢，你可唔可以炸咗長江大壩咧？你唔想俾人踢爆的話咧，你唔想俾人查完你抄家咧，你得一樣嘢可以再炸咗長江大壩，佢有本事。佢下低啲人，佢下低啲人直情腐敗到喺個大壩，即係嗰啲堤壩嘅附近起搭間屋仔，然之後入邊就。起曬採礦機喺度採電子貨幣，喺度挖Bitcoin，夠電啊嘛，係好正啊！水冷，喂正啊，仲加埋水冷正啊，真係正經嘢唔會做啊，呢樣偷雞摸狗咧，勁喎真係。乜中國人個腦袋就用嚟做呢啲嘢嘅，要研究芯片採你都傻啦，我會嚟挖金幣啊，好唔好？嗱咁變咗就話你點改先？我諗唔到啦呢下咯。唔係，同埋你有個人將成班同你講，我哋梗係 ready。咁所以你話中美貿易大戰咧，同樣衍生出嚟同呢個朝鮮嘅輸出情差唔多㗎。你外憂內患裏邊咧，你見到同樣 repeat 緊一樣嘢。咁我又唔敢講話真係啊，即係輪迴得咁攞命啦。但係最過癮嘅歷史教訓就係冇吸取佢教訓啊嘛。如果滿清係咁死嘅，我唔覺得你今次可以生咯。哥。我再補充少少就係話睇翻嗰個所謂談判團嘅名單咧，大家知道係嗰啲係咩人嚟㗎啦。而最大鑊就係話睇個牌面，佢哋係唔想傾喎。係啊，佢哋去到係預咗拍台㗎喎。拍台仲留一後著㗎嘛，後邊仲好多人㗎。談判團記住，美國佬好過癮㗎。美國佬嘅談判團咧，官員係代表，但實際就後邊仲有商界代表㗎。不要忽略咗呢樣嘢嚇。然之後，如果前面蚊罐拍台反台，剩低咁乜家伙咧，係商界去收割啊嘛。嗱，搞清楚呢個關係啊，好唔同樣嘅呢個。咁然之後，佢哋係宣稱拍完台之後咧，係翻去我就會加關税。係啊，我主動係只係刮你嘅，唔係真係談判嘅。咁所以個收割喺商界嗰度啊嘛。嗱，佢加關税又好，禁運也好，制裁也好 ，end 係乜家伙啊？其實有少少似俄女頭先講嘅 case， 好似噶。佢就要逼你中國接受當年佢講嘅入世貿同埋自由貿易條件啊嘛！你要減關税嘛，車即刻減咗啦，係咪先？我宣布賽規，你即刻減車。原本15年前你就要減噶啦。啊，仲有啱啱咧發生咗啊！呢個叮當啊，侵權啊，叮當侵權嗰嘢啊嘛，突然間同佢拖咗勁耐單官司，大家喺度睇，突然間前咗幾日，你真係侵權啊！啊，終於喺度，哎，侵權。嗱，好過癮嘅。咁即係除咗呢兩樣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嗱，我哋商界好敏感嘅，法國南財乜家伙咧，原本15年前應承咗開放金融啊嘛，終於宣布係啦。你外資
金融機構同券商佔股可以超過51%，甚至派你嘅董事長。即係咩意思啊？你舉手投降咯！你作為舉手投降，即係佢成日講我金融主權，即係已經都係舉手投降啊！本來啲企業又要同你合資啊，中國又要佔，中國佔大股噶嘛？咁到時個黨位到底擺邊咯？我成日諗，好問題，諗唔到。問題係可能黨委原本都廢嘅咧。同埋我睇日媒嘅報道咧，有一樣好抵死嘅就係話。除了是講貿易戰之外呢，其實還有另一 part 的，就是講緊中國製造2025嗰張名單。講嘅啫，因為知道其實呢張名單咧，實際上是中國一張 shopping list 嚟嘅。shopping list 嘅意思咧，就是話我打算將來就要抄曬啲嘢，抄曬，抄曬啲技術，然之後仲要賣，仲要咁平咁賤咁賣，係 dominate 個成個市場嘅。咁美國係 alert 呢樣嘢咧，係更甚於話佢個貿易戰嗰個不平等，因為呢樣嘢咧係直情係連民主黨都相當之反對，甚至 Trump 話：咦，我哋係咪要首先調查咗佢哋係咪真係侵權先至去採取法律行動呢？民主黨直情話唔使，我哋直接制裁佢啦。呢個係已經係喺 Trump 搞通俄門之前已經發生嘅事情嚟㗎啦。而嗰啲 IP 嘅技術咧係講得非常之。非常嚴重，就是中國嗰種侵權賣同埋透過呢張名單，想去令到中國係忽然間谷起啊嘛！喺短時間之內，你要睇到就係話日本喺呢個六七十年代嘅時候，咪又係一樣抄嘅開始。係，但係之後抄完之後，佢有自主研發喎，好唔同啊呢下嘢。佢係建立到自己嗰個所謂底氣啊嘛，同埋佢嗰個國綜合嘅國力係相當之強嘅，尤其是你睇到佢喺科研嘅人物啦，科研係相當應該咁講係一個轉型嘅機遇嚟㗎啦。呢樣真係要大家即係諗清楚呢下嘢。雖然日本戰略俾原先炸完，好似乜都冇曬，但係個分別喺邊一度咧？日本戰前嘅基礎係乜家伙？不要忽略呢樣嘢啊！日本戰前嘅工業技術不下於英美，咁樣佢有個底氣喺度嘅。佢即使炸毀咗裏邊，其實佢成個系統係可以復活噶。咁所以點解話佢出嚟抄？但係佢一個好大嘅分別乜家伙咧？佢純粹作為一個所謂轉型嘅機遇，佢係抄噶啦。甚至嗰個笑話就係嗰架本田車行到去呢個加州公路上邊係會爆炸嘅，有試過。問題就係。佢所謂呢啲技術啊，其實戰前佢係有底氣噶嘛。佢轉型之後唔能夠再做軍事嘢啦，佢唔能夠再做以前嗰啲重工啦。佢做乜家伙啊？其實佢造船造飛佢都冇衰過呢啲，即係精密技術係冇衰過。佢轉型咗啦，電子咯，即係民用嘅生活嗰啲日用品咯。咁所以呢下嘢你發覺佢嘅轉型機遇嚟㗎，佢都係抄。咁所以點解你話點解轉得咁快？佢都係抄，但係抄完之後咧，點解咁快佢自主研發跟得上咧？佢個基礎好唔同，中國有冇啲基礎嘅大佬諗清楚。所以就係去到就算八九十年代打後嘅日本泡沫經濟爆咗之後咧，雖然佢個經濟係跌，但係佢 gradually 咁樣跌，又 gradually 咁樣升，佢國力係仍然喺度嘅。冇錯，底氣。佢個精密技術係仍然喺度，嗰啲科研人才仍然係喺度嘅，唔似中國嗰啲科研人才咧，唔係變咗貪官就已經去曬外國咁樣咧，留翻喺自己國家少之又少，又或者去完外國就撻啲技術翻嚟咧，就去咗中科院度做嗰啲咁嘅嘢咧。所以呢啲事情咧係即係嗰個日本同埋中國嗰個比較咧，相對係比較難，而中國係要一路以嚟就係話習近平依家要追求萬世一系咧，佢又要追求一個績效。啊！呢、這個慘啦，呢、這個慘啦，呢個2025咧就係佢要交出嚟嘅底線啊！亦都唔係佢自己話想追求問題，係個合法性體制嘛。體制之下，佢一定要勁谷噶嘛。嗱，總之而家咁做噶。其實成個亢奮狀態，官民嗰個亢奮啊，我哋好撚勁啊嘛 ，Amazing China 啊嘛，厲害了，我的國嘛。咁佢唔係咁谷，其實唔得噶喎。你諗下，唔係之前已經講過曬噶，其實 Apple 都有講呢個合法性啊，記唔記得啊？就中共憑乜嘢管治？所謂代表大多數人先，就佢能夠令到大家温飽啊嘛。大家搞完一個泡沫咧，搞完一個幻覺咧，會發生咩事啊？所以上年年尾嘅輝煌中國啦，同埋今年年頭創新中國之後，就中國出咗厲害了我的國啦。咁最近就網絡嘅版本全部收曬噶嘛，全部收曬。而原來就係央視自己播。
咁我就睇咗啦，因為哇，你睇得曬啊你？睇得切，因為轉播噶嘛，呢個 RTHK 會轉播 CCTV 噶嘛，好啦，真係幾忠心啊 RTHK， 原汁原味。然之後就過厲害了我的國，然之後係咁見到就係話習近平科研，習近平科研，習近平科研，四個朝天啊！而家真係哇，好嬌難頂啊！就係將習近平咧就。同埋呢個高大上，同埋呢個差唔多係佢發明咁滯嘅。咩即係大躍進一樣啫嘛？毛主席大躍進，毛主席大躍進一樣。啊，以毛語錄係指導呢個養豬啊，或者係裝電燈膽啊，打羽毛球啊。佢而家係咪叫熟讀呢個馬克思主義咯？打渣馬克思主義 ，OK。先至攞翻《資本論》出嚟讀喎，你有冇攞翻恩格斯個嗰個修訂版本出嚟睇？即係佢話其實呢個資本主義係無法消滅嘅。係啊，嗱呢個過癮啊！唉，我唔知班友想睇啲乜家科。咁所以嗱，時間有限啦，顧之然啦，但係的而且確有個重點帶出嚟咧，唔好以為呢嘢割裂得咁緊要啊，有好多嘢互通前後相關嘅，唔好淨係睇住一個新聞得人笑咁簡單。美國佬咧係衰，問題係人哋。真係要求你符合世貿標準咁解啫。中國啊滯後咗廿年未交貨，你而家仲喺度廿文廿武，要講擋多廿年變2025未知發生咩事。但係金鑊過唔過到咧就唔敢包啦。原因咧，我會睇一樣嘢，好似 Apple 或者賭幾大咧，有機會賭注唔係淨係阿肥仔咁出噶嘛，涉及到賭注後嗰個骨牌效應啊。如果中國連北朝鮮，啲講得難聽啲，門口狗都可以走鬼咗嘅，佢剩低啲乜家貨先？國內有咩迴響啊？嗱，合法性嘅問題啦，啊嗱，咁所以萬眾朝待啊，萬眾期待啊，就睇下呢樣嘢到底嚟緊。所以你見佢中美會談，又派只飛機飛過台灣上邊啊，人哋派翻飛機飛過嚟你嗰度咯，之後咪再飛翻入邊，飛入邊喺廣東咯。所以係咯，即係可以炸香港嘅陰公，千祈唔好唔該。所以你見佢個態，佢嗰個玩法都係即係繼續。玩緊少少，走緊鋼線啦。佢冇得唔，佢冇得唔虛張聲勢啊！你就嗰樣嘢，佢虛張聲勢咧，嗰軍事表演咧，係俾國內睇噶嘛，你明唔明啊？唔係俾國內睇㗎，個合法性啊嘛，我有槍杆子出政權啊嘛，毛澤東講啊，你毛語錄啊嗱，睇下槍杆子出政權嘅合法性。問題就真係合法性就唔係就槍杆子㗎嘛，你係咪真係交到貨先？到底你係咪真可以解決到？例如話2025嗰啲願景啊？而家嗰個所謂國家重建啊，仲有國內你睇上面反貪腐啊，大佬話佢話咩要武統台灣拿下呢個台積電，佢話2020啊，武統台灣嚟啊，就升級，然後拿民族偉大復興，偉大復興要拿下台積電啊，咁我哋又點啦？真係咁樣喎，上面黐假線，係啊，咁真係有一大扎咁樣嘅受眾啊嘛，即係呢啲表演係俾嗰啲人睇嘅，即係義和團仲喺度，即係表演下啲神功護體俾佢睇啦嚇，呢個唔緊要嘅。咁所以今次又係嗰句啦，就到底是否重蹈晚清覆轍咧？值得留意啊！時間有限，唔好意思啦，我啦，即係仲有大啲嘢好講，咁就先賣個關子，下個禮拜再嚟睇睇中美談判會發生咩事。OK， 拜。